我是黄翔，一个被迫无奈流亡美国的中国诗人。我1958年就开始发表作品，1959年就进了监狱，以后我终身都失去了那个发表和出版的自由。 我唱，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蓬勃的孤魂，一首永久离群所居的诗。我的漂泊的歌声。 是梦的游踪，我的唯一的听众是陈吉。我两次被他们关进那个死刑犯那个住的那个牢房里面，他们要求你认罪，如果你不认罪的话。 他们就想着各种方法来对付你，比如说把你捆在那个楼梯上，像耶稣一样，那个悬空的那个，一天一夜不让你下来，解大便小便也没办法。我干得要命，他们从厕所里边把那个皮管啊拉出来对着你的嘴巴。 野兽，我是一只被追捕的野兽，我是一只刚复活的野兽，我是被野兽践踏的野兽，我是践踏野兽的野兽。我来到匹兹堡，是北美作家避难城联盟，在全球范围内选择作家，我被选择来到这里。 So for us, it's a gift to have Huang Xiang in our community as Americans as well as Pittsburghers, because I think now in our country, language is being constricted and our ideas are being constricted because of that. But poetry is able to expand who we are and the way that we think about life, our consciousness, and bring us beyond beauty, also make us think more deeply about everything around us.因为我的作品长期被禁止出版，所以我就把我大量的手稿秘密收藏。到了1978年的时候，我把我所有的那个主要的一些作品写成大字报，印成那个油印的名刊，带到北京去。我要把火炬，一把火炬，当成我的笔。 要把整个天空当成我的稿纸，把我的诗句写满整个天空，让全世界都看见。写诗最老的方式，用笔；写诗最新的方式，用身体。 写诗最妙的方式是倒竖着头颅，凝入一体的在大地上涂抹。当我的100多张大字报在北京张贴开来。 整个北京城吓了一跳，他们以为要发生以诗人作家为主体的匈牙利事件，整个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北京城全城戒严。
我原来曾经在中国大陆试图建立我的梦巢，但被砸碎了。我现在在美国的土地上建立起了第一座我的诗歌的梦巢。 和张玲的恋爱本来是一种很美好的感情，但是他们把我当成了罪犯，把我关进了死刑号，然后把张玲也关起来审问3天3夜，要他在写好的起诉书上签字，把我作为一个强奸犯，然后就把我枪毙，然后还要向我收5分钱的子弹费。 张玲对我的一生是非常重要的。我的几乎所有的作品，从那个保存，从那个作品的那个产生和保存，都和他离不开的。也可以说，没有张玲，就没有我的全部的精神创造。 我被抓进监狱里边去以后，张玲看不见我，他就一个人爬上一座那个很高很高的正在建筑的楼房顶上去，从那个楼顶上去看我那个坐牢的那个监狱，他在那里大声叫喊我，但是没听不到我答应，但是很多的犯人。 还包括警察、监狱里边的警察都把头望着他，他以为那里边的那个人里边有一个人就是黄翔，他就解下他身上的红纱巾，在那里飘在半空里边，翔翔翔啊，那个红纱巾就飘下来了，那些犯人、那些警察全去抢。人是生而自由的，谁要剥夺？ 每一个人的自由，每一个人就有理由起来进行抗争。中国仍然还在封杀言论自由。我是一次富豪。 我周围的狂怒的岁月中传来，我是被粉碎的钻石，每一颗碎粒中都有一颗太阳。我是我，我是我的死亡的讣告，我将从死中。 收回我自己。